好了，直接来问啊。你有没有办法十秒先进一颗？做不到的话，你就要爆一个料。好，没问题啊。好 ，OK。我虽然是运动白痴，但是我是游戏王。不要拆道具。OK OK， 来来来。你只剩下三秒。好，第二回。好，开心了吗？我们没有料可以听我的。你们要希望他就是不要进。一颗而已，我必须要说，真的就是杨梦琳、真的吗？我觉得他比较怕生，对，所以呢，跟他聊天的时候会比较难。他也是比较不会主动跟人家讲话。他虽然说现在网友封他为干话王，那是因为我们现在很熟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第三回合，来，十秒三颗，到底可不可以让粉丝听到更多料？那就看你了。好了，直接来问啊！你整个看了都很想谈恋爱。在社办里面，仔细看那场，觉得天，他们的嘴唇也太 bling bling 了吧？然后自己看会觉得，好像自己也可以咬一口。那就想咬谁？少勋的，认真是太熟了啦。少勋虽然也很熟，但是就是他会有一种性魅力。对，我觉得他这个性魅力厉害，无远弗届，不管男女。对，所以我相信也是因为这一点，蜜岛才找他演我们夏狗狗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。对。